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大叔周末来开箱，今天啊不开那些很重的那些雕像啊，搬来搬去的，大叔腰都快闪断掉了。好，今天来开这个是这个哦 ，Run English 的这个自由女神。好 ，Run English 大家都知道，他都是搞弄一些，他是街头艺术家啊，然后他弄一些很搞笑，他的作品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个公仔上面那个牙齿都这样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所以这个非常明显，一看就知道这个 Run English。然后这一次他推出的是这个自由女神，好，那这个是那个阿 Ben 啊，他们是从那个好像是上海的展场去搬回来的，哦，这个非常的限量哦，就是数量非常少，听说一开卖大概2个小时、3个小时就被抢光光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所以非常的珍贵啊，谢谢阿贝。好，那开箱之前，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啊。好，这边有写 ，Run English is a propaganda。propaganda 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可能在英文上是查不到的。这个 Run English 他自己创了一个字哦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普普风嘛，普普风啊，跟那个 propaganda， 那在英文里面 propaganda 是宣传的意思啊，这是普普风宣传。那 anyway， 他就是他的一个品牌，好，他的品牌。好，他自己创的一个字，好，然后下面我们看到这一只自由女神，然后后面有写，自由女神，好，然后后面就是一样 ，Run English Propaganda， 然后下面有啊这个 Milestyle， 这是这一次跟这个 Run English 一起合作啊，上面也有，这边有写啊 Milestyle， 好，就是他们一起合作出品的，好。好，大概这个外盒看完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开，然后把它组装起来。好，预备 ，Go！书回来了哦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真的是很可爱，这是 Run English 的这个自由女神像哦。我们都知道这个 Run English 啊，他都是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算是街头涂鸦家哦，跟卡瓦斯一样啊，以前啊，现在当然都是很有名的。然后他也是特意搞这些街头文化，就是比较叛逆性的，然后比较搞笑啊，用来讽刺一些。时事或是一些政治的东西啊，哦，最早他不是有做那个麦当劳，哦，最早是做那个麦当劳那个人像啊，然后就造成轰动，然后后面还出了一系列，像大叔也是收了很多啊，大叔有他马里奥我也有，也是那个牙齿很大，然后还有很多那个星战人物啊，哦也是有，哦，反正很多啊，我忘记了，然后好像还有海绵宝宝。哦，反正很多我都放在仓库里面，改天再把它找出来给大家看啊，就是 Run English 的作品。好，那这一次她是个自由女神。好，自由女神在美国是这个非常这个一个象征嘛，一个精神的象征啊，代表这个自由的象征啊，就当初这个法国送给英国，不送给美国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她这一次用这个。自由女神，然后做成那个古铜色，听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大叔是不知道。我这次拿到是有点古铜色，然后说以前呢，之前的发的那个版本没有下面这个底座，哦，这个底座是这个应该是美国这个国会啊，的那个的这个图样，好，然后上面呢就是自由女神，然后之前没有这个底座，是后面才加，这一次这个版本呢才有这个底座。然后上面就是原本的这个自由女神，这个自由女神她完全没有插销，只是摆上去而已啊，所以要很小心，要不小心碰到它就掉下来，所以这个要小心，可能要摆的话，我可能会把它拿下来，不然它没有插销。等一下，尤其我们台湾很多地震，对不对？一摇的话，我怕它掉下来，不然就要把它粘起来。OK，
然后这只相当的可爱，你看这个标准的啊，它的这个这个呲牙呲嘴裂笑的样子，哦，呲牙裂笑的样子我做出来，然后呢啊，它的表情也非常搞笑啊，反正这个 Running Witch 的东西都是这样子，哦，然后后面呢哦，就是这个自由女神的样子做的。跟自由女神，那自由女神不是高高瘦瘦的，他是把它做矮矮胖胖，然后拿了那个自由之书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概介绍完这个 Run English 的自由女神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让各位看看她的，近看她吧，看她的细节。好，预备 ，Go。嘿，大叔回来了啊！各位已经看完这个，近看这个这个自由女神了，你不觉得很可爱？你不觉得大叔今天哦开箱一直笑，从头笑到尾，因为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大叔看到他就想笑，看到他就想笑。的确啊，这个 Run English 的这个作品呢，一直都让人有那种会心一笑哦，就是你会觉得他幽默，然后你看到他就会觉得很开心那一种感觉。好的，值得，蛮值得收藏啊！他的一系列的作品，真的，大叔突然想到，我之前真的好像有蛮多那个，那个 Run English 的一些作品，改天真的有空要把它找出来，全部把它排一排，啊，给大家看，一起分享给大家看，好，好，那今天这个 Run English 的自由女神，啊，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，希望各位有空继续收看《疯狂大叔的剧场库》，然后这一次啊，特别感谢一下啊，那一天那个 Ben 啊，哦。Ben 特地啊，从台北啊，然后拿这支，然后专车送到大叔这边来，好，感谢你哦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